欢迎回来。我们这一趴呢，要欢迎渔港基隆音乐剧演员群吕环宇、片山杨家 Mari， 还有鸟屎。这都是你的排戏的伙伴们吗？对，他们就背着我偷偷联络，然后就跑来，这样想说给我个惊喜。什么意思？那是吗？那快那有喜到吗？是还好，因为下午才见呢。只是我先过来而已。而且我刚在北投排好远哦。所以他们都从北投来的哦，很远呢。对啊，我也从北投来的，但我平常都从士林来，所以好像没有差。到底是差？有什么好没有嚣张的？好，我们这边有一些小问题，可能要访问你们一下。第一个想问一下，片山杨家叫哈讲，在日文中是什么意思啊？最初はハーちゃんじゃなくて肩張るっていうあだ名だったんです。だけどいつの日からかファンの人がハーちゃんって私が決めたのかな。いつハーちゃんになったのか分かんないの自分でも。就是他以前他原本叫，因为片山杨家他叫卡塔亚马哈鲁卡，所以原本是最变的缩写是卡塔哈鲁，就是片羊、对，然后某一天好像他自己取的，还是他的粉丝帮他取，就变成叫哈这样，他也忘记什么，他也忘记了，所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多了这个绰号就是了。OK。所以日文中它也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意思，既然是哈讲的话，就是是那个羊的，那個、对，OK。好，刚刚有说到大家是渔港基隆音乐剧的成员嘛，演员。那先来跟观众介绍一下渔港基隆的故事好了，就交给你了。就交给我了吗？不如交给马蒂好了。我个人不是很熟，在下礼拜就要演了，但给男主角讲好了。好，他是我的，对不起，他是我大学学长哦，我入学他刚好毕业啊，这个好了，所以他大我五岁，年龄的部分不要太啰嗦，我说好不提年纪。好，就是渔港基隆呢，它是改编一个本土的游戏，对，就是同名游戏渔港基隆，然后呢，它其实是在讲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国民政府就是来台，他接收台湾，然后发生的就是因为日本政府撤走了，所以在对于台湾人民来说，思想上面产生了一些改变。然后一直到1947年，我们大家都知道发生了228的事件，是对。然后其实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然后发生的一些由男主角李兆维跟他身边的几个女性发生出来的一些爱情故事。所以你也是演女性吗？什么看经？什么啦？我演的角色是他的朋友啦。就是，但蛮尴尬，因为这个在游戏里面他就是一个蛮瘦的角色。就是原本的那个角色形象是一个瘦，是一个瘦的啦。那个作品里面有胖的吗？基本上没有。那你还敢接啊？我那时候不知道他那么瘦，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辛苦了，好吧。那这个这是音乐剧嘛，是用游戏改编。对。那跟你们在就是在在编啊或者在排演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它跟一般的音乐剧有没有什么不同？你们不给没？你们先给他们看是不是？真的是厚，没有，就是不同哦。其实就是基本上来说，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说元素上面，因为毕竟是从动漫，从二次元要变成三次元，对，所以基本上比较不一样的是大家的造型。怎样啦？笑什么？我是一个超级方面，真的是一个爆笑，看到的时候哇哇，就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哇，蛮精彩的这样。应该说吓到了，应该说这些角色在原本的二次元里面就有一个形象在了，对，而且观众是熟悉的，对。所以你们在舞台上在演戏的时候，你们是三次元的化身，多多少少会受到二次元的设计、人物设计上的影响的，对。然后尤其是因为要把二次元变成三次元，所以有点像就是在大家在做 cosplay 的时候会想办法想要还原度可以高多高有多高，对对对对对，尽量接近原作，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会看到一些真的不是一般生活里面会看到的人的长相出现，对对对对，因为他在那个游戏中的造型可能比较
特别，在游戏里面本来就比较对有特色一点，对对，就是这个形象，它出现在漫画或是游戏里面，你就会觉得很正常。可是你看到这个人出现在面前，然后你要跟他唱歌的时候，你就觉得哦，OK， 所以比较特别的地方应该是在这边，对。但是你们应该会抓一个就是中间值吗？应该说是哎。也不会到太奇怪，但是就尽量还原，但是还是就是说管他怪不怪，就是给他吹下去就对了。其实我觉得 2.5 的原因应该就是要想办法把它还原哦、嗯、对对，但是干嘛体态上我个人其实还好，就我个人没有他们讲这些困难，因为我个人的造型哦、嗯欸、我穿上戏服的时候、哦、很像师傅、欸、看起来很像没换哦，那个我们前几天有大家走一个比较粗糙的整排，全部人都换了，这样是我也换了，哎，没有，大家想说没有，我连、欸、怎么还不换戏服？大家都叫你赶快换，大家没有人发现我换了。OK， 那玩游戏的时候，你笑太慢了，你在笑我们第一趴的东西吗？也只是笑点，我真的觉得蛮好笑。好，这个没有啦。玩游戏的中间呢、啊，它有些台词可能还是会比较偏向游戏一点。对，那你们在设计这一个剧的时候，有没有要改一些地方，把它变得比较适合演出去表演，台词上之类的？嗯，台词上其实因为原作的剧情其实很长，那我们这次想要把它浓缩在两个小时里面可以演完，嗯、所以其实我们希望可以。对对对，希望可以。希望你们可以截取了很多。其实拿掉了很多东西，然后截取一些编剧那边觉得和觉得很重要需要留下来的东西。Okay. 那所以有很多台词基本上我们没有遇到，可是但还是会留下一些就是觉得关键的、说起来会觉得有点嘴软。嘴软，真的嘴软。嘴软，所谓嘴软是。就是一个周杰伦开不了口，让他知道这样，一个这样，就是那么简单。哦，什么哦啊！我这样听完全听不懂什么意思。我也听不懂。就是你想象游戏里面，或者是一些二次元的东西 ，ACG 的东西这样。哦，然后但是突然要拿出来在舞台上讲，对，就突然要把它拿到现实生活中间讲，觉得有一点点微诡异。我跟你讲，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了。好，地球超人，看你的了，这样你要认真的对一个人讲，看你的了，这个就诸如此类，就这种，对，不是这么日常会话，也是嘴软这样，对啊，也是，就是嘴软，因为你很难去揣摩他在现实中发生要什么样的语气跟情绪，对啊，因为平常不会用到，对啊，然后在游戏里面看你的了，那些线条有没有跟？那个情绪张力，啊，现实生活中就没办法做啊。对对啊，对，一些呈现上，对啊，没办法做。OK， 可以理解。那排戏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特别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排戏之中遇到一些有趣的，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很多哎、欸。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发生在鸟屎身上，因为他实在太好笑。怎么样？怎么啦？没有在夸你啊，他也没有是笑柄哎。而且我在里面本来是一个很可怜的角色，不知不觉被我演丑角，不知不觉太搞笑。他是本来戏路越来越 narrow 了，对呀、啊，怎么办呢、啊？他在里面本来是一个，就是他的角色本来是一个应该比较淳朴的，对，比较单纯的大男孩性格。然后他一进来就觉得、这个不对，这很油，怎么会长这样？对。而现在就是一个这样子，太扯了啦！就会想说，你可以好好表演嘛，你可以不要自己本色本色演出这样子。里面有一段就是你要拿香，他要拿烤香肠给哦，对，的时候那一段其实应该是算蛮可爱的一段，因为是我的这个角色其实是喜欢哦这个他讲的这个角色，这样，然后那段是我拿了一个烤香肠。然后我要很帅的过去这样请他吃这样，但是我就是一时间害羞讲不出来，所以就变成那种支支吾吾，变成漫画里面会有那种就是就拿去了这个给你啊，就是这种那种傲娇的感觉。对。然后我那时候很认真在做这段表演，就是支支吾吾讲不出话，我就这样，然后讲不出话这样。他突然给我大爆笑，他真的是大爆笑，什么？他大爆笑，他笑
笑到感觉很像是已经控制不住，他笑了应该他哭了、啊，笑到狂笑到哭，笑快，他在真的笑。好，我是录音的吗？他说你的脸太有趣，哈哈哈脸可笑。我们后来就问，他讲说，到底是这个台词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情境的问题，还是剧？他讲说没有他脸的问题，好割脸哦。他是大爆笑哎、欸，他笑他五分钟有了。大家讲会觉得他鸟屎会很适合当谐星吗？嗯，芸人さんみたい，芸人さんより面白い。他说他比搞笑的人还要有趣。失败了，好了啦，可以了啦。真的，你的戏路将会越来越窄。完了，我以前都还可以演到一些重的角色，我现在都是演的，都是这种。真的，真的，哇，你的戏路，哇，你的戏路应该直升脚踏车可以过去，有够窄的。工伤也没了。那在这边有听说大家一度练排戏，这样子练到有日本口音，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个要怎么解释？因为哈蒋会在排练场，他因为他完全不懂中文，所以他就会在旁边就是抱着他的台词一直练习，一直练习，然后我们就会一直听，然后听不小心被洗，不小心就会接收到那个电波，其实就会觉得我们其实脑波都蛮弱的，就是会跟着他被影响，就是会不会在讲你们自己台词的时候不小心腔调跑？没有，是走在路上的时候会突然想起戏里面的歌嘛？对，可是唱的口音是他讲的。喂，而且他太有趣了，他是很厉害，他全部就是用片假名拼音这样写，所以他剧本全部都是满啊，好辛苦哦，很辛苦啊。然后他还要背那个重音啊，比如上扬语气什么，他就一直在。他排戏的时候就拿着剧本这样，然后就一直这样，对，很像练习抑扬顿挫，对对对对对，很像在 rap， 在 rap， 然后里面有一段是我要说，他妈妈是那个什么族人这样，因为他妈妈是一个原住民这样，对，来配合这 rap， 就我就直接这样，他妈不是那个葛中山吗？哎，不要乱讲了，哎，真的很辛苦哎，真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哎。那这边问一下哈蒋，好，哈蒋是最近才到台湾来。那之前在日本自己学中文嘛，那在排这个戏的时候，有没有念了好几次都念不顺的台词，或者甚至是词这样子？あれ、ハンとあファンとハンの違いとか、ファン跟ハン、あと、ヘ、ハン、ハンできないな、なんかハじゃハ。はあ、はあ、はあとか難しい。はあの音が日本になくて、この音が日本になくて、はあ、はあ、喝东西那个喝什么？喝的音，嗯，できない。他们好像没有真的很没有喝，他们没有，他们都是有就是喝，对不对？他们没有呃这个音，他们没有呃，因为我记得他讲那时候也是有一个发发声是不是？哎，还是花这个这样的音，他也都是一开始他都是念发，他们没有喝啊，对对对。就注音的这个喝，他们好像没有，没有，就哈而已，就 H 嘛，没有喝，没有 H， 对，画，对啊，画，画的那个，画，对，画，对对对，画，像这种画，那给他念那个黑化肥，会化肥，所以是喝跟喝，应该对他们来讲很难，呃的音都很难，呃的音都很难。呃还是呃就是只要是呃的音都发不出呃呵呵的日本的日本的日本人日本的日有一点卷舌没得卷舌对啊没得卷舌蓝日高哦所以算是因为他们的语言的那些音是没有的就特会特别难嗯你们会删掉那些字这样？不会，基本上没有删，直接剩本人。对，好，再来要问说，他讲很喜欢台湾美食，像是红豆饼。他真的很会很爱哦，会吃不是很爱吃，是爱吃是。我觉得很会吃，我觉得很会吃哎，很会吃。他应该是我见过最会吃的剧场女演员，人类，他是人类会吃哎，每天都吃卤肉饭。对呀，他我靠，你超级爱吃，他超爱卤肉饭，很爱吃卤肉饭。叫肉。那那个卤牛面，牛肉面，牛肉面，牛肉面，而且他都会点，他点牛杂，哇，他点牛杂面，可以，很会点杂，淘宝，嗯，
牛肉面，美味しかった，好吃。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大家都爱吃，他很会吃。でも number one は卤肉饭，他最喜欢的是饭，金峰。金峰有一次是我们那时候在那个金峰附近记者会，然后那时候大家因为在金峰附近嘛，然后大家想说他讲很想吃，对，然后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大家结束之后，我们几个人就带他一起去吃这样，然后因为他也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刚好Marty不在，所以没办法，没有在他旁边，所以没有翻译，然后他就一直跟着我们走，然后我们就分车，然后因为我叫了一台，然后Marty就说那我带着几个人跟他讲，这样一台车先过去，不然在那边塞枪塞很久。好，然后他一整趟路上他都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对，就我们到了金峰后面一下车，然后他就问说我们现在要去哪里，然后同行的另外一个演员就跟他说，我们要带你去吃金峰这样，然后他就直接笑出来讲，你看这太喜欢了吧，超喜欢，开心。基本上从进来在讲到卤肉饭之前，没有看到哈蒋眼睛是这么亮，对，雪亮，好开心哦！我是很嬉しかった，哈哈哈哈哈，嬉しかった，什么意思？然后他也很开心，就是被带去吃卤肉饭，哈哈哈哈哈，而且他也喝很多真奶，タピオカ結構飲んでます。啊，タピオカも飲んでる，也是一直喝，很常喝真奶。可是我想问，这些都是易胖的食物哎，平常怎么维持？結構太脏，真的。ね、大丈夫ですか？なんかどうやってダイエット？今そう2、3キロ太って台湾に来てから、台湾那个三个礼拜了，已经胖了2、3公斤。太快了，危险，太危险了吧？危险，吃太多了，但吃太多了。台湾食物真的很危险，台湾食物真的真的很危险，真的很危险，随便吃随便吃。我坐在这边不动一个礼拜都会胖的，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吧？你这个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这个什么问题？你这个脂肪增生膜，免费增加脂肪。好，那这边就是因为他目前还没吃到红豆饼，是吗？但好像前几天吃到了。什么？在我们资讯还没更新之内，他就已经先吃了。怎么办？节目收掉。怎么？好的代价。手指切掉，谢罪。切掉，快切掉，抽签抽签，超短的木栓接手指。好了，没关系，我们今天一样有一个关于渔港基隆的问答，只要答对，每答对一题就可以得到一颗红豆饼。而且还有可能有珍珠哦，可能会有。哦。里面有珍珠的红豆饼，今天会有吗？加珍珠吗？就在有没有珍珠吗？那是不是一个统一？他讲又笑，你看你们就才能几开心，就少一个珍珠，开心可以吃。他讲又笑吗？我不知道哎，是哦，红豆饼不会太多摊卖。好吧，那我们就开始问了，是谁要回答？他讲回答，他讲要回答，我们有些问题要问。然后呢，只要答对一题就可以拿到一个红豆饼，这么好，我觉得挺难的。哦，要对，我知道题目啊，很难，我主持人呢。好，那我要问了，第一题是就随便讲出任何两个戏中的角色就好。什么戏？什么舞台？那个役有二つ。这有难度吗？哎，对对。林，奥斯卡，啊，林明法，と、ファント。太吉君，太吉，好，算你过，算你过，可以可以，你过，你过，好，好，第二题哦，太吉在戏里面喜欢的是谁？太吉君がその話の中で誰か片思い。私。民法。他是房东吗？他是房东。民法。哦 ，OK，OK， 大成功。好过。等等。什么？太 kick。好，李兆伟啊。李兆伟。李兆伟在茶坊的工作职称是什么？嗯。
さんの仕事他有台词啊，他台词有讲到啊。真的お茶屋さんの仕事？他的台词有讲到。セリフの中にありますね。他的台词有讲到？哪有？可是他不知道吧？他知道，他知道。啊，小老板是小老板。小老板，小老板，好危险的，好危险的一个词，没关系啊，差点讲错。小龙包还是小老板？不是小龙包，小老板，小老板，不一样，不一样，不是小龙，小龙包，你也在想吃的，是不是？小老板，小老板，小老板，对，小老板，干什么？小老板，小老板，好，最后一题啊，请问舞台剧的背景啊，跟表演地点在台湾同一个城市吗？这个是我想一下，知道，話の那あったの。場所と私たちでやってるの会場、同じ場所ですか？同じ場所、キーロン、あ、じゃあジーロン。あ、好厉害。ジーロン。え、強い。来了来了。明明答四题，为什么有五颗？因为没有双鱼，对不对？可以。你们要不要跟他说一下今天有什么口味？可以。珍珠奶油。还有吗？有珍珠口味、奶油口味，它没有快点。珍珠奶油，这家真的好吃。有珍珠奶油、珍珠红豆，还有起司的巧克力，还有起司的巧克力，差不多。可以直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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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开讲喽！直接吃吗？直接吃吗？哎，このまま。クリーム？クリーム？这有奶油的，哎，这应该是奶油珍珠了吧？いただきます。珍珠。好开心哦！哦，好吃吗？吃东西够不够？好吃！很快乐，我也跟我以前一个胖子日本同学一模一样。第一个学的就是好吃，然后就而且我有，因为我有追踪他的 Instagram， 然后有时候看他 po 线，然后就有时候我们没排戏的时候。然后放假他就会去走走嘛，这样他就投一些观光的，对，大概有八成都是食物，八成都是食物，每个都是每个都是好吃，好吃，都是全部都是食物，全部食物。然后大概这比如说十张照片里面有八张照片是食物嘛，大概会有三张是真奶，哦，超会吃的，哎，真的很爱，好可爱哦。发自内心的幸福感，真的是很喜欢吃。他真的很喜欢吃，希望在台湾可以吃到再多30公斤。喂，再待3个月。不行不行，而且我觉得看他是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们身在台湾，你知道？对啊，已经无感了。对啊，然后看他这样子就觉得，哎呦，其实这个食物在世界上还是很可贵，对啊，还是很有地位的。对啊，对啊，吃完金丰卤肉饭，没有工商号，如果工商号，我们会说金丰卤肉饭运用的是非常高超的烹饪技术。好了，不要再乱讲了。你与其宣传金丰卤，你不如宣传一下你们的戏啊。我说的也是真的，对啊。大家可以来看金丰卤饭，哎，你宣传吗？啊，我们也要宣传啊。OK， 可以讲。哦，宣传的话就交给马蒂好了。你到底要推几次？到底要推几次？学长，学长讲，学长讲好了，学长讲可以。好，那最后真的也不是最后啦，就是还是真的很欢迎大家可以到基隆市文化中心演艺厅来看我们的渔港基隆音乐剧，8月22到25号。嗯，对。那如果购票就现场，购票的话，现场也有的买，现场也有的买，怕有人就是已经这个时间了，有哪些管道这样子，或者是直接私讯那个直接嘛，渔港基隆的这边，要私讯我，要私讯我，我会叫你去私讯那边，私讯我，我会叫你去私讯那里。好，第一个是 Instagram 嘛，对不对？哎，对对对。好，你们那个 QR code 自己扫一下，或者直接搜寻就好了。虽然有点长，但帮大家拆开哈。Rainy Kilong 的 Musical Port Kilong， 你扫一下。哦，你说 Instagram 哦 ，OK， 好不好？就大家再搜寻一下，再支持一下啦。耶 ！好，那我们这 part 的访问呢，就差不多到这边。我们等一下呢，休息一下，回来呢，跟你们大家一起玩一下游戏。好、哦，好，那我们就先进广告休息5分钟。这样你才不会漏接我们所有再造的影片。好吧，精华，点我影片。